现在有了，有声音了。OK，好，找个歌听。这个吧，音量大不大？这能听到吗？音乐能听到吗？我试一下。直播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天，因为之前都是花花天直播打游戏嘛，然后呢今天就上大号跟大家聊聊天。对，因为演唱会快要开始了嘛，然后而且今天发现原来微博上可以用这种直播的方式来跟大家聊天，还挺好的，还可以听歌，发现了一个新的直播方式，挺有趣的。对，今天呢主要是宣布一件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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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一件大事，有没有人猜到是什么？可能有些人已经看到海报了。大家看一下，当当当当，看到没有？有一个很重要的几个大字，看到没有？会加场了，夏天，然后我也很少夏天的时候出来看演唱会，感觉会很热，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应该稍微好一点吧，我不知道，还好是晚上，所以
所以大家记得要防暑。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所以音乐上会有区别，然后我们这次又区别于去年的四面台，在音乐上面做了很多新的改编。我看大家是不是已经看到了就是那个舞美的那个图，背景音乐声小一点。听到吗？听得到吗？那我大点声吧。那我找个安静一点的吧。啊，这样吧，前面。那就。我说我们今年演唱会因为是四面台，哟，好慢。演唱会是四面台，所以我们这一次，四面台的歌曲又重新来去，做了很多新的改编，就是把我以前的一些，创作的一些歌曲，然后做了个新的改编。会区别于上半年和去年，去年的四面台做的是弦乐团嘛，就很多音乐都做了带有交响乐的那个氛围，然后那今年下半年我们四面台也请了一个大乐团，对，然后。会结合我们新的改编，然后但是不能透露太多。哎，其实可以聊吧，反正都快了。算了，还是不聊了。就是，我看已经有人猜到了，哎呀，那我就剧透了吧，我还是剧透吧。我们下半年做了很多，把我的很多音乐做了一个跟中国风相结合，然后做了一个明月的一个改编。其实准确来说是一个世界音乐吧，因为也用到了很多世界音乐的一些特色的民族乐器，不光是我们国内的，就是国内的基本上的那些就大家很熟悉的一些乐器以外，还有一些世界音乐的民族、少数民族的乐器，对。然后，但大部分是以国内的这种中国风来去做，对。应该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再就是还有写的新歌会在南昌这一站。大家可以听到，所以
我们这次的舞美也是根据这些我们要做的这些音乐，然后来去重新来去做了一些设计，然后准确的说是做了一些升级，对，还是会跟去年的去年的四面台不一样。然后大家可以到时候来看啊，换个歌听吧。intro 啊，这个 intro 挺有意思的。这个日出演唱会特辑大家还 OK 吗？我记得这个 intro 当时，因为当时郑楠编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 intro 太厉害了，就果然因为这里面歌都是郑楠编曲嘛，然后就是他，就是我的歌基本上都是他编的嘛，所以这个 intro 我觉得七重人格这个歌他都很熟悉，然后所以就编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所以当时就特别想做一个日出特辑，还有相而生的这个重新的改编。而且这个因为这个特辑我觉得这个很多歌都很有意思，所以然后我就想把这两个 intro 也加进来。大家最喜欢哪一首演唱会特辑？疯人院，疯人院是吧？疯人院是很厉害，如果在这种电音版的话，我感觉确实我也觉得疯人院最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个编曲会让我们会有一种在台上会有一种另一个状态在唱这个疯人院这个歌曲，还有至少我的状态不一样。在台上唱的时候，舞王啊，我不会跳舞啊。我在台上唱歌的时候都是跟着音乐随机律动的，都不是那种，就是每一次唱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我当下在做什么动作。感觉不出来，因为整个人状态是在音乐里嘛，然后所以就开心的想干嘛就干嘛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动作。我看过你们发的那个唱疯人院有一段那个视频，就是好像在那里转了一小圈，转了个圈圈。然后我下台之后，我同事还问我说，哎，那个动作你怎么做出来的？我说我自己都不知道。就自然而然动的吧。你要让我再转一次，我就转不出来那个动作了。所以一般演唱会上很多东西都是叫什么，就是一次性的那种，下一次就是另一个感觉。私下偷偷练一下
练不好啊，我要是对着那个视频去做一模一样的动作，我就做不出来了。我觉得我在舞蹈上是没有天赋的。一次性舞王，谁说的？一次性舞王。最近一直都在准备下半年演唱会的一些就是歌曲啊，就之前不是要真的改编了好多歌，然后还有新写的歌曲，反正下半年会有一些好玩的一些新歌吧，因为这些新歌好像在风格和演唱上好像和我以前的歌曲是有一些区别的，对，然后会不太一样，对，然后至于新歌具体是什么，到时候演唱会上面我在演唱之前可以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这个歌具体是在写什么，或者是讲什么，或者是什么样的音乐类型，对，会不会有新发色？我有点，因为夏天我感觉，主要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每一站和每一站的它的那个距离离得太。时间离得比较近，然后如果染头发的话，再到下一站，这中间又不能再染，然后但是隔个十几天，它那个时间就很尴尬，就是也不知道该染还是不染，就染了的话，再下一次，再下一站，颜色就会洗得有点会不太好。颜色会没那么好看，我感觉就黑头发吧，黑头发，而且夏天，如果像，也不适合戴一个那种别的颜色的那种头发假发，因为会很热。我觉得可能就自己头发吧。我看过他金色的疼啊，然后服装上也尽量稍微凉快一点，在台上别的倒不担心，就怕会中暑，因为有时候穿太多了。我属于比较怕热的那种，就大家记不记得以前就是在比赛的时候，然后比赛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城堡里面，我就是对着那个我的那个床，就是对着那个叫就是对着空调吹的，对，而且夏天都开5度空调的我。
光膀子啊，在演唱会上光膀子很奇怪吧？我不要，有点怪怪。要把我自己，哎呀，主要是不是啊？一家人不见外，不是我。如果我不是我，我在我自己，我自己平时住的地方，我如果家里有人，我也不可能光膀子呀。大家有没有是南昌，就南昌本地的？有没有推荐的什么南昌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我记得我好像2018年去过一次南昌，当时好像是参加了一场音乐节，好像是忘了上次来南昌吃什么，吃小龙虾还是什么？南昌拌粉啊，这个可以有。还有什么？皮蛋馄饨、瓦罐汤，哎，瓦罐汤可以。瓦罐汤，感觉瓦罐汤我平时就可以吃，哎，就是，我是说在演唱会开始之前我就可以吃瓦罐汤，感觉这个还不错，就没有那么油啊。但是那个南昌拌粉我们在演唱会之前都吃过，只能等全部开完之后再吃。白糖糕、七爪甲鱼、滕王阁、重庆火锅，在南昌吃重庆火锅。重庆火锅好像在哪都可以吃。深V，深V很性感。你说前两天发的那个照片对吗？是吧？答应大家要发的照片，我发出来了。其实手机里还有很多库存啊，只是找机会再发吧。找机会可以发微博上。无论世界中下绝望，别哭。你永远是我的太阳。买了那个衣服，然后回就是买了那个衣服就拍了那次照片，之后就再没穿过了，一下就很少穿了。很少会穿西装出门，所以就只用来拍了那一次照片。
等以后找一些稍微正就是稍微正式的场合再穿吧。会唱环游吗？歌单目前保密。要不然今天透露的实在太多了，不能再透露。好了，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吧，大家记得一定要注意防暑哦。有时间就让花傲天多陪陪大家，我很忙的。拜拜。那我下线了。无论世界中下绝望，别哭，你永远是我的太阳。我们南昌见了，拜拜。会再说吧，拜拜，我去吃点东西，拜拜。大家记得吃饭。